我人都来了，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。这样，肖总，我先打断你一下啊，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？你在这儿不安全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回国，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，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，好吗？好。小木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，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，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，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，我们不合适。就把他拥抱一下。肖总，你干什么？阿姨，对不起，我是阿姨，我去了，肖总，我明天还有事儿。